我还打他一拳，他打我一拳。不是，我就这包，他这一倒，然后就感觉我们俩就动手了。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你没听见？聋了是不是？给我拿一毯子，我这直接就抓你！抓你！兄弟们，上给我打！这啥叫绿的？那个，叮叮叮！这啥？我戴一绿眼镜来。干嘛呀？不让我进的接绿人啊？是有人没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注意点，看看观察。是不是有人啊？哼！你那个手坏了，我是你爸的那个手。同志们、先生们，我们的飞机就要起飞了，请您等待。但是他说的是真的。那种吻的方式就是就属于吃大硬纸，我这种我就吃大硬纸的。我觉得咱这扔东西什么也是属于跟吃大硬纸差不多，就直接拿那个，直接拿那个。讨厌，这是我们。